Hello， 我系 Jessica， 我系八号嘅选手。我中意唱歌系好细个嗰阵听陈慧娴，嗰阵开始好中意听广东歌啊咁样。咁跟住我会好细个喺个床上边喺度扮歌星咁样喺度唱歌，咁识背晒佢啲歌词咁样咯。咁就好中意唱歌啦。之后咁我本身都系读音乐嘅，虽然我系修钢琴，但系。唱歌對我嚟講係可以由嗰啲歌詞可以表達到更加多自己嘅感情，好開心啦！可以入到決賽。咁雖然啲歌係有啲難度，但係都希望可以唱得好，表現得好啦。希望你哋嚟 final 支持我啦，希望我會唱得好好。咁同埋希望你哋 like 我個 video。Thank you。